什么？贝利亚新买的超级跑车连四个车轱辘都没了，发生了什么事情？哈哈，本大爷最近抓了好几个奥特曼，通过我的黑暗能量，本大爷让他们干什么他们就得干什么。大家想看看都有谁吗？第一个就是格里乔，我控制格里乔帮我洗袜子，给我好好洗，要是洗不干净小心晚上没有饭吃，我饿死你，哈哈哈哈，真是太开心了。第二个就是拖雷基亚，我控制着拖拉机帮我喂猪，给我好好的喂，要是猪喂不肥，我就让你晚上睡猪圈，哈哈哈哈，真是太开心了。我最近还买了一辆超级跑车，我就让你们喜欢的赛罗哥哥天天帮我洗车，洗不干净我就罚他做俯卧撑，我带大家去看看。哎呦我去，我的超级跑车呢？怎么连四个车轱辘都没了？一定是赛兔子干的。好你个赛兔子，要是被我抓住，我非得让你三天三夜不准吃饭。小伙伴们，贝老黑想让我帮他洗车，好啊，我非常乐意满足他。我给他新买的跑车洗得连四个车轱辘都没了，哈哈哈哈。认为我赛兔子洗车技术顶呱呱的，就发送一个鲜花表情吧。